天我们要教的这一款空花呢，其实也非常简单。好，然后它这一款空花，我曾经在帽子上看过，人家用这一款空花织帽子，织出来也非常好看。好，然后接着这一款空花呢，它的那个织法呢，全部一开始这边都是向右倾斜的，两针并一针，然后一针空针。然后这边呢是向左倾斜的，两针并一针空针。那中间这边就是一行上一行下，所以非常简单也很好记。好，我们就开始正式教这一款花。这一款花呢，我们旁边我们教一整朵花，因为它二十针蛮大的，然后我们这边旁边前后各留四针好了，因为我起的是28针。好，我们旁边就织四针上针好了，这边2、3、4。好，先绕到背面，然后我们织20针下针，等于是先让花纹就定位，织两行。好，我们先织两行下针，20针下针。我们这边是花纹就定位第二行，也就是背面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这边背面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这边先绕到正面，我们边上放上针，这样子有个区隔才会看得到花样的那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到正面我们就要来开始正式织这一朵花，从第一行这边开始。好，我们从这边背面1、2、3、4。好，线绕到背面去，织10针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两针并一针空针，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，因为十针刚好五次。好，我们就这边就开始并针，两针并一针空针一次，两针并一针空针两次，两针并一针空针三次，两针并一针然后空针四次，再来一个两针并一针，再来一个两针并一针空针五次。先绕到正面来，后面这边我们区隔的我们就织4针上针。好，这边4针上针，然后到背面，背面这边我们把边上的织掉，1、2、3、4，因为正面要4针让它有个区隔。好，接着线绕到背面来，我们这边织9针，这边可以看到9针下针，11针上针。好，我们这边织9针下针的话，正面是要9针下针，所以我们背面要织9针上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线绕到正面，然后织11针，我们织下针，正面是上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好，这边我们边上的我们同样就织下针，因为作为区隔的，好，这边织掉，然后翻到正面来，正面来第三行跟第一行的织法，我们这1、3、5、7的织法跟第一行都一样。好，接着我们到正面来，我们同样把正面的前面的四针织掉，1、2、3、4，线绕到背面，织10针下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针下针。好，接着又同样，我们可以看到跟前面一样的了，两针并一针空针，再来两针并一针空针，再来一次两针并一针空针，再来两针并一针空针。好，再来一个两针并一针空针。
好，我们把边线绕到正面来，把边上的四针上针织掉。好，这边好，到背面第四行跟第二行也一样。好，我们把边上的四针织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从这边同样是九针下针，跟第二行一样。好，现在到背面来，我们正面要九针下针，我们就织九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线绕到正面，十一针我们织下针，正面会是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好，然后接着四针正面要上针的边上的，我们就把它区隔的这四针织掉。好，接下来四行，这四行跟这边都一样。好，我们把这边四行织完，然后再来换到第九行。我们先把这边织掉，我们这边是第八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到正面来做第九行的花纹。好，接着到正面，我们第九行，第九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这边原先是织一行上针一行下针，我们这边却改成了空花。左边这边原来是空花，我们改成了一行上针一行下针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同样我们把前面的四针间隔先织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线绕到背面，好，织第一针下针，然后空针挑一针过来织一针，然后再用套收的套过去一针，然后再来空针第二针挑一针织一针，然后套收，第三针空针挑一针织一针，然后套收。好，第四针空针挑一针织一针套收，第五针空针挑一针织一针，好，再套收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这边后面全部都是下针。好，这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针下针，线绕到正面来，最后的四针间隔我们把它织掉，正面看上针我们就织上针了。好，接着第十行，好，接着第十行我们把边上的四针区隔的先织掉，二、三、四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这边呢它要有二、四、六、八，十针正面看到上针，这边是十针看到下针，那这边十针看到上针呢，我们就直接织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十针正面上针，线绕到背面来，接着是十针下针，一、正面是十针下针，我们就要织十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线绕到正面，这边是区隔的，正面是上针，我们织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这是第十行的。接着十一行，我们这边同样九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五都是织法都一样，都跟第九行一样。然后呢，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，它的织法呢都跟第十行一样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接着我们来示范第十一行，十一行的织法跟第九行完全一样。好，我们同样把边上的四针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针织掉，线绕到背面，好，一针下针，空针，挑一针，织一针，套收，第二针空针，挑一针，织一针，套收，第三针空针，挑一针，然后再织一针，套收，好，第四针空针，挑一针，织一针，然后套收，第五针空针，挑一针，织一针，然后套收。接着我们这边是九针下针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然后后面是间隔的，我们线绕到正面来，把间隔的区隔的那个四针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然后接着到背面第十二行，接着第十二行我们把先把旁边四针区隔的织掉，二三四，好，然后接着是正面十针上针，我们就织十针下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线绕到背面这边来，接着是十针正面下针，我们织十针上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线绕到正面旁边四针区隔的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这边织掉，接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也就是这一段重复，把这一段重复织完了之后，再从头这个地方再往上织，我会多织一轮让大家看一下织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这边我又多织了一轮，然后这边是最后一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这边然后先绕到正面，我们这边正面是上针，我们就织下针，好，然后我们翻到正面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样织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好，这个花纹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。